徛伫遐，奇奇欢迎你。讲话就讲话，敢有需要喊大声？即摆毋是你赛性的时阵，袂你着手，啊，若是袂，规气拢卖惨，好。你竟然对我喊歹，敢是我有代志变干呢？你当初卖予伯恩等于，毋着无代志啊？讲来讲去，到底是啥物人的问题啊？哦，歹势歹势，就我拄只口气较无好，我小改一下，等下拜托你。我欢迎你，安尼行不？我不来，我唔是通缉犯啊，是安怎要过这种多梦的日子啊？这只是暂时的，你想恁也是的，是安怎？我为台湾对你走来遮，所有的无方便我拢尽得来啊，我到底是做唔到啥物？是安怎要过到这么辛苦？你到底是对伊过到辛苦啊？自你来到美国遮，大家唔是困，就是敷面膜。我只是只是爱你款一个生理尔，你敢有需要这样无欢喜？对，我就是无欢喜。我讨厌美国，我讨厌这间厝，我讨厌过甲亲像贼仔共款这种见面就光的日子。我搁更加讨厌这双鞋啊！美国鞋就是甲台湾无共款。江有你，你对我讲过约束，你拢袂记啊是无？你这大骗子！自你嫁给我到即马。你敢有吃过一摆苦？完全都无，嘛是因为你迄张明星脸，结果咧，厝内底无法度请苏永明，都爱请林时刚。因为你甲我讲，你注重隐私，都爱趁你无伫的时阵，才会当来遮摒扫。结果咧，哈，我就是你拄只讲的。你的工当所长，我就变作是你的长工。不管是透早还是暗时的时阵，叫你要吃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我拢替你做个到。啊，不过拜托死你，我起码就是在走了。所以你若是要继续做你的妈祖无要紧，你就好好坐地呀，好好加坐地呀。我再来看。看要换什么人来跟你拜？你竟然讲这种话！你竟然讲这种话！你现在哪里对待我？我现在哪里对待你？你给我点皮哦，陈海月！你好好甲酒来看卖。你听出你即摆阁少年啊？啊？哦，清楚。一张面，唔那面是歹看，又讲规面拢是妖。你抓到你真正，即摆走去倒，还是有人甲你泼泼塌塌？卖戆啊！那唔是这个面，我真正辛苦打拼。你敢有迄个钱，会当去美容保养？你一张面，早就已经唔知老甲啥物款啦！